观光局东莞处两年前规划推动瑞穗泛舟中心建筑原地重建计划，今年有全新进展。处长林威麟表示，目前已经积极完成拆除整件申办作业流程，如果没有问题，预计在今年九月份展开建物拆除，到时候大怒神酋长地标也会成为绝响。为秀姑峦溪瑞穗泛舟中心著名地标的大怒神酋长，鼻子高挺，浓眉大眼，矗立至今二三十年的历史，也默默看护着秀姑峦溪泛舟产业的发展。然而这尊大怒神酋长以及后方瑞穗泛舟游客中心建筑物也将随着今年九月份拆除重建工程而成绝响。然后预计大家在九月的时候呢，可以完成这部分就开始拆除。然后目前同时也开始在跑这个未来这个整个建筑物的一个建造的一个申请。好，像目前的进度，我们大概预期了，大概应该在明年的下半年应该可以开始进入到这个主体的一个工程的建设。秀姑峦溪瑞穗泛舟游客中心建筑老旧，三十多年来的风吹日晒，不仅破损严重，已成危楼，建筑空间也早已不复使用。观光局东莞处为了维护游客安全，同时提升游客中心站体服务品质，全力推动拆除重建，并且计划在今年九月份全面拆除现有的建筑物。那我们虽然在做这个秀姑峦溪游客中心的拆除跟重建，那事实上我们也要保持这个泛舟活动服务的不间断，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会先把这个临时的公厕啊、服务设施还有办公室，这个还是会先建起来，所以大概在九月到年底之前，这个应该都要完成。观光局东莞处两三年前规划推动泛舟游客中心原地重建计划，预计在九月份预先拆除现有的建筑，若顺利的话，处长林威麟表示，预计明年度就可以进行新游客中心的辟建工程。记者石玉兰瑞士采访报道。